乡亲们继续来看，伫咧彰化鹿港出世的导演唐振宇长期投身文史工作。二月十一号，得到彰化文化局邀请，回来家乡甲乡亲分享伫咧2010年得到金钟奖的纪录片《倒翻》。导演表示讲，感谢王惠美馆长积极推广艺文活动，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分享《倒翻》纪录片。《倒翻》就是咧讲早期的金门人到国外拍拼的心酸故事，互离开厝的人了解先人拍拼的辛苦。倒翻的意思就是下来了，这两个意思。台下民众详细听台电纪录片导演唐振宇的分享。倒翻纪录片展现的是金门的倒翻文化，早期不少当地人到国外为生活打拼的心酸故事，刻画金门人离开家乡、思乡甲返乡的历史记录。感谢食到白白清，厦门水啦是汤饭店。一只好船是星期分，下晡四点要开船。为什么它会叫火船？哦，后来是后船跟商船。那因为后船，它是烧煤的，啊，煤一烧是不是变火了？叫火船。本身是彰化鹿港人的纪录片导演唐振宇，特别前来园林演艺厅，甲大家分享金门鹿翻文化，参加的民众嘛来分享心得。那今天来观看的感想就是说，了解到一些之前的历史，然后带下来，然后怎么引导他们到下南洋，然后怎么样开阔的一个艰辛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啦，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了解过，因为学校也不会教这种东西。我们现在的人是很幸福，以前那些老人真的是很难得这样熬过来。金门全岛到处可见充满异国情调的洋楼，金门人称这些洋楼叫做欢纳楼。透过纪录片，将金门的倒翻文化保留落来，后回到金门旅游，欣赏富丽堂皇的洋楼的时阵，麦当搁较熟悉这挂美丽建筑物背后，是先人出外打拼的历史记忆。大众新闻苏佩珠、詹碧彩、王林采访报道。